接下来看看我徐姐了，好吧？徐姐啊，来分享。徐妹儿来，徐妹儿来，看看我徐妹儿。起床了，哼，别睡了。起床了，起床就应该有起床的样子。中午吃什么？加外卖。这是中午吃的辣的火锅，好甜哦。加杯，这个肉味道可以。没了。你肉就半份，你对得起谁呀、啊？我喜欢吃肉，吃是一个快乐的来源。哎呦喂，一阵困意袭来，嘿，你说能不胖、两项雷区好像不太够。首先看一下你们的体脂率和体重，现在大概在27.6，你的整个身体的体脂率有一点点偏高。这个照片都拿出来了，能胖呀？这什么？回到健身房消耗500卡。我不知道慕斯是蛋糕，我是一个很较真的人，在我自己的理里面，我觉得我没有做错，但是我要做一件事情，也是属于自信型的哈。对，间歇型断食，到明天的9点，你只能摄入500卡。47大卡，227大卡，94大卡，59。你刚是在量食物的重量？对，因为计算热量嘛。没看吗？咱们家这俩女孩，你看一个比一个狠。对，我不吃。你不吃的？我不吃。哎呦我！说什么往外喷屎？回到中间。坚持 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这什么？37，你要比这个快。Come on, let me faster。徐姐姐一个朋友一下。什么时候有这个当打星的这个想法？通过一些动作戏，我觉得是可以体现女生的这种力量感的。我就想做一个充满力量的女性。这高光时刻啊！这高光。并上，落地。我再搭上，快一点，再利索点，太不雅感。哎呀妈呀，就那一下撞到了。不喜欢落后别人太多的感觉，能不输的地方就不输。再来一次。不停的练，重复再重复。哎，对了，下地，可以，好多了，还好，可以啊。好，动态都很刺激。我觉得是迈出了我像动作演员的很大的一步。收工。因为我没有代表作，这件事情我一直很在意，我很希望让大家看到我有这个毅力，才可以进一步的达到我的目标。这时候在演小品，在我小时候演的就是主角，长大了依然第一部电影主角。你就是我们皇家门里飞出来一只金凤凰。我从小我就非常清楚的知道，我喜欢站在舞台上，我喜欢表演，镜头可以给我一种很特殊的力量。You got this。哎，好，再动。你只有知道自己心喜欢什么，想要朝什么方向走，你才会真的朝什么方向去努力去靠近。所以终有一天，就是会实现的。我觉得菊姐就是小火箭。菊妹这仨月不容易啊。对。